我们临期二中，作为去年油田的先进院校评选第一名，一定要把这次活动办好，在整个二厂，甚至整个油田做出表率。我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们也有信心。那个，哥哥，你干啥去了？积极准备一下。李公子补检查，刚把技术补齐。到啥流程了？这个事儿刚说完，估计马上快拧了。 活动就先说到这儿。接下来说一个处罚决定。高一一班李四同学，你坐后面干啥呢？我肚子疼。你把你那些小伎俩给我收起来啊！上来。 快走两步！哎，就站那。高一一班李四同学，周四下午7点半，在县城农贸市场和一群社会闲散人员聚众打游戏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经同学举报，校领导查实。现在宣布一下对其的处理结果。 高一一班李四多次严重违反校风校纪，且拒不交代其他参与者，已经达到了勒令退学的标准。但是啊，学校呢，还是本着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的态度，决定对他网开一面，实行一个记大过处分。 说谁叛徒呢？说你！真没想到，这个叛徒竟然是你！哎呀，四哥，这就是小方使的离间计。那他为啥先批评你，再表扬我呀？他就是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。一点没错，你看校主任这外号是你俩起的吧？这小方、小方叫了多少年，他肯定记恨你俩。你看。 你看看，原因找到了。四哥，咱不能重气。还想狡辩的程苗苗，我跟你讲，之前在楼道里唱小芳的歌是你自己一个人，找我有啥来？行，那我们就先不说小芳的事儿，咱先把这个事儿说开了。我对天发誓，我真不知道你在游戏厅。我跟小芳举报的绝对不是你。那你举报的谁啊？ 这举报谁？这举报谁不重要。重要，这太重要了。这说明你就是举报了。看看，叛徒的罪名落实了。程苗苗，咱俩从小就认识了。你知道你现在的行为是什么吗？背叛兄弟，从小什么事都听你的。你居然背叛我！放心，我不会再被你骗了。我现在有脑子。完了，长脑子了。 有事说事。数学期末考试答案，咱俩的事儿能不能平？哪儿来的？知道太多对你不好。这真的假的？你要不要一句话？ 最后相信你一次啊！看在你为我铤而走险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
你跟我绝交，你就没兄弟了，知道吗？咱俩这情谊，别总绝交，绝交了。咱俩这次，必翻身。 什么别说了，撤脱这儿！啊，从此以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说说吧，这回又来谁？来楼梯。 哎呀，不说好了吗？别一出啥事就绝交绝交的。先是当叛徒出卖我，后是搞假卷子骗我，又让我当众摔下楼梯。你说哪件事不值得绝交？哪件事他都是意外。好，哎，胡总，哎呀，行了，多大了，别闹了。四哥，这件事我负全责，虽然都是意外，但都是我的错。 我不该当叛徒，也不整些花里胡哨，肯定将功补过，挽回局面。你先说，这套卷子到底哪儿弄来的？哎呀，我多嘴。将功补过，我明白。你不明白？有你在，就没有不明白的事儿。我宣布，喜迎回归奔赴香港零七四人组正式成立。 组长，程雅，想还有什么办法啊？没有一点办法。雅雅，从小到大哥对你咋样？啊，好。行了你，别在这煽情了，坐。雅雅，我们三个的事儿呢，你也都知道。你姐啥性格，你也了解。这次她要不搬回这一局，她就得得精神病。雅雅。 你总是出去比赛，你也出过远门，你有经验，这次能帮我们的只有你了。而且你知道这一桌菜多少钱吗？哎，苗苗啊，不兴提钱，庸俗伤感情。在整个油田，牙牙的智商数前三。所以这次香港的特别行动能不能成，主要看牙牙愿不愿意帮忙。牙牙。 哥把话放这儿了，如果你愿意参与到我们这次行动中来，我保证你这一年的游戏厅的币子包我身上了。嗯，我拒绝。哎，牙牙这也不帮忙，咱们去香港，我就没戏了吧？我觉得咱还是必须得去。小芳正在气头上，不管去不去，他都饶不了咱。 要当上全校做检讨，那不全完了？这事有啥可愁的？有我呀！你们的检讨我全包了。我李四在临期说做检讨，我说第一，没人敢说第二。你可拉倒吧，丢人的事可别带上我。嗯？怎么还嫌我丢人呢？临川火车站是离我们最近的火车站，所以我们要先坐小巴车到临川火车站上。 然后乘坐上午11点15分的231次车次到青岛，到青岛是下午的2点27分，然后我们要在青岛坐晚上8点17分的3726号车次到深圳，到深圳是第三天的上午10点46分，全程一共38个小时05分钟，最后从深圳出关到香港。这么复杂啊？这才只是路线，从深圳出关到香港才是最麻烦的。 我咨询过了，目前只能随旅行团前往香港，所以我们到深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旅行社，向旅行社提交资料报名，才有机会实现去香港的可能。还要找旅行社啊？找旅行社最重要的是提供我们的身份证明。
所以必须要带上户口本。啊，那我们还要偷户口本啊？对，解决这些问题之后，我们先要解决最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经费。火车票、住宿费、旅行社的费用，这都不是小数目。这些得多少钱啊？啊，这么多！你这把我卖了也没有这么多钱啊！出国门也太难了。这些只是保守，实际上应该更困难。咱们实在不行，咱们换个地方呗。哈，也没必要非得去香港才能扳回一局吧。要不，咱们就去趟青岛。没出息，遇到了点困难就退缩。这么难，咱们能靠谁呢？靠我。困难的事儿，多有意思啊！很好，第一步完成了，那我们现在进行第二步。啥呀？钱。这是我卖我爸烟酒的钱。你又偷你爸烟酒，你挨揍没挨够啊？你上次学半个月你忘了？这次我学精了，我观察了好久，这些烟酒他放在柜子俩月拿走了他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再说了，我卖这些烟卖这些酒主要是为了让他少抽烟少喝酒，为他身体好。犯浑还找理由，活该你挨揍。我不是为了咱们仨吗？我不是为了走这么远门，多准备点钱，放心吧。我奶奶说了，穷家富路。行，那我们现在就边攒钱边做功课。嗯，做啥功课？我们去的是深圳和香港，那儿的人都习惯说粤语。你们会说粤语吗？听得懂粤语吗？对香港的了解又有多少呢？这些功课做不好，去了也是举步维艰。有智慧，全说点儿上。那我们去哪儿学啊？咁你话俾我哋听，乜嘢令到你咁中意做嘢？我系卖鱼嘅，即系街市做小贩咯。不过学咗做戏之后咧。完了，就完了。不是，他为啥不跑呢？他跑了，他老婆咋办呀？他老婆也不爱他呀。哎，我们来干啥的？学粤语啊。呀，老板，再放两部，要喜剧的，这太难过了。好嘞，等会儿。咱们喝的这个和人喝那个是一个东西吗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，丫丫？怎么可能？就是这味儿。这玩意儿这么难喝，为什么每个人进公司之前都要说 ：“Hey Lucy， 给我一杯咖啡。”不加糖，谢谢。还端着咖啡杯穿梭在办公室里和大马路上，你看。我估计不是为喝，就是为溜的。
大家，拜拜。哎，这不是英语。大家好，我叫贤，我李斯，你干嘛去了？学习一点都不积极。雷猴，你们会说就行了，也没必要四个人都说着一口流利的粤语啊。行，到时候别跟我们站一起啊。我不跟你们站一起，要是离太远的话，谁给你们买衣服呀？你又偷你爸烟酒？我没有。那钱哪来的呀？我奶给我的。你骗人！我还不知道你，一撒谎就把你奶搬出来，你就怕我告你爸？你怎么敌我不分呢？我真没偷我爸烟酒，我就是把我们家废品收拾了收拾，废物利用嘛。什么废品啊？能卖那么多钱？哎呀！买衣服也用不着这么多钱。我申请啊，基于我出钱最多，牙牙出力最多，等到火车上，你们两个伺候我跟牙牙。行啊，我们现在就伺候你。哎呦，走走走，好。哎呦！哎，飞了！走你！哎，慢点呢！来，我们都变成这样了，我们也变倒霉了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求求你别哭了。真正倒霉的是我呀！你没事尿人家马蜂窝干啥？两位被他撞死啊！我也不知道那有个马蜂窝呀。我都这样了，你嘴里积点德吧。就不该带你来，不然这会儿我们都在火车上了。哎呀，好。丫丫，你说，我觉得我有点不对劲。好了。哥，嗯，我看书上说，如果一直这么肿着，血液会不循环。甚至最后会坏死，全完了！别喊了，至于吗？不就顶几个包吗？我跟你也说不明白，还能咋的？破了相了，洋洋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我扶你，我现在就去医院。往边上走，慢点。哥们，我们是林奇油田的，就前面的基地在和平镇上。我同学他受伤了，还挺严重的，你能拉我们一下吗？就拉到我们到那个大桥那儿，和平镇上就行。我们给你钱。求你了。快点，牙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慢点。哎呦，先扶着。哎，慢点。哎呦，这手把着这儿。嗯，谢谢你啊。
师傅，咱慢点呗，后面颠得疼。哥们儿，你哪儿的人啊？送我们一点吗？医院就在前面。嗯，给你钱，多少钱？哎，不给我了。二十可以吗？你小心。这人咋回事？聋哑人吧，不应该呀、啊，是不是也拉到大桥上来了？能，听得见，不能说。别唠了，姐姐们，我再不去医院我就要完了。哎，你俩扶一下，我背你了。要不用不用，我已经坚持半天。哎妈呀，这咋整的？这咋鼻青脸肿的？你让车撞了？完了，没事儿，就是被马蜂给蛰了一下，短时间内的这个肿大是正常的啊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儿。什么叫没什么大事？什么叫没什么大事儿啊？这个影响到以后的生活呀，我儿子才17岁啊，那万一以后不能结婚、不能生孩子了，可怎么办啊？好好说话。受伤的地方确实有一点敏感，虽然疼，但是没事儿，绝对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结婚生娃的。你能保证啊？你我刚才看你也就去消消毒啊，那都肿这么大了，几个小时了都没消肿啊啊！我儿子他才17岁啊，这万一以后影响他结婚，影响他生娃，那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医生不是说没事吗？你别瞎想啊，苗。那要是饿坏了怎么办呀？程雅雅，我快劝劝你姐，她不难受死了。别哭了，四哥没事儿，就是一皮外伤。那刚刚为什么说那么严重啊？我逗他玩的呀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别哭了。我这个假期算是没指望了，没有一件事像话。我妈那个眼睛看我都直冒火星，我在家里地位算是完蛋了。哎，你知足吧。老人这次回来就待了2天，我俩一句话没说，我都特想让他骂我几句。你说这要是亲爸，肯定得骂你了吧？说不定还得揍你。结果他直到走，都没理我，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哎，你这个人，不骂你不打你还不乐意了？我多羡慕你在家里这个地位啊，没人敢管你。拉倒吧，是没人在乎。我你。看着点，可别弄开什么呀！看着，咋了，四哥？伤口裂开了？什么伤口就裂开了？能别老提我伤口的事吗？我啥事没有。哦，你看不让你来，你非要来，再不来我臭了。那喷头都坏了，一大群老爷们光着屁股抢喷头。吃啥呀？老规矩呗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么多年这澡堂他也不调整一下。一周就开3天，多紧张啊！他天天开多方便啊！哎，我听说要给家属去安装那种
太阳能热水器了，就是晒晒太阳就能充电，就安在卫生间，到时候咱天天能洗澡。啥时候啊？怎么不知道？他爸爸，你找我！别打！滚！别看，别看，把东西拿着走。不是，走别扔啥，走了，走了。没看，没看着啥吧？你们啊？看着啥呀？没人听不听见魏方勇？谁呀？魏雪他爸。是非之地啊，赶紧走吧。谁这么缺德呀？上哪儿找卖教材的？这佳期算是完蛋了，地位也没了，零花钱也没了，暑假作业一个字没动，还整一专家来迫害我吗？就是。哎，你们说怎么没有专家来给他们大人上上课呀？一天天自己日子还过不明白。伟大的教育学姐，说，咱们要不去游戏厅玩玩去？不去。哎，胡子，我给你打电话不接。哎，摔了！杨松柏一回来就吵，烦死了。咱们也太无辜了，胡子，回去就跟你妈说，不行就离。苗苗他爸妈就要准备离婚了。啊？你跟明明是他们提出来的，我只是提出了合理的建议。对啊。我本来是为我妈好呢，没想到我妈和我爸联起伙来揍我。看来他俩真是真爱。最让我郁闷的是，我哥居然还说了我一顿。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这个世界对你们来说可能太善良了，你们挨揍真是一点都不亏。哎呦，胡子。给胡子，苗耶！天龙八部你们都看了？看了呀，我天天追。阿朱死的时候，我快哭死了，我都快烦死阿紫了。你说他天天缠着乔峰，就不怕他姐给他托梦啊？我是没明白乔峰为啥要自杀，完全有很多办法嘛。这剧情就不合理。要我写，我不会让阿朱死，也不会让乔峰死。他们俩归隐山林，生一大堆孩子，然后等大儿子16岁的时候重出江湖，直接亮出降龙十八掌。要不然说你写那武侠小说不行，你听听你那档次，儿女情长，儿女情长才是人生的常态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我的妈呀！我刚才路过办公室，看到咱们现在主任长得真像邱淑贞。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我亲眼看见的。长成邱淑贞那样，能来咱这儿当班主任吗？没准他能力不行啊，只能来咱们这儿了。哎，就他那个眼神，你忘了？有一次说桥下商场有个男娃长得特别像谢晓东，咱俩饭都没吃就往过跑，结果到那儿一看，妈呀，门卫大爷的儿子，那所以像谢晓东。门卫大爷长啥样你不知道？那基因里有半点谢晓东的影子吗？眼瞎好多年了。反正爱情不信，这次绝对就是邱淑贞，不像我把文具盒吃了。哎呀，这次稳妥了，我这个学习兴趣啊，忽然上涨啊。哎，李四，你抢我泡糖干啥呀？哎。给我，再给他一杯。给不了了。哎，我吃完了，不行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娘，他不是村子里的吗？咱学校也没收过地方生的孩子。可能他家里有在石油工作的吧？不可能，一看就海边捞鱼。捞鱼的咋了？太难了。哪道题？好消息啊！忙着呢。邱淑贞是雅雅他们班班主任，我打听过了。那你只能留级了。用不着，他也带咱们英语。哦，你看，眼看着我这个英语成绩要蹭蹭往上涨了。前两天你不还喜欢赵雅芝呢吗？不耽误啊。要是能来一个赵雅芝一样的数学老师，我这数学成绩也能往上涨。你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这一早上就为了邱淑贞上蹿下跳了。没有啊，要不我出去接作业去了。
那三轮车真是个哑巴，刚才我跟他说话，他一句都没搭理我。人家就是不想理你。他那是不知道我在二中的地位。你在二中啥地位？上个暑假我们都快被打成油田第一废物了。你还是一边做人吧，太跳了没好处。你也注意点啊。谢佳怡。哎呦喂！哎，你知道吗？除了咱们班来了一个外地，牙牙他们班上来一更劲爆的。啥呀？袁勇他娃去牙牙班上了。啊！妈呀，这不啥事儿啊？二中这将来是不太平啊。你别天天听风就是雨的，啥叫不太平啊？又不是袁勇来上学了。他哪敢来？啊！干嘛？看。还记得我不？三轮车。哎呦，我们本来打算谢谢你的，结果你一声不吭就走了。我们还挺有缘分的哈，你转到我们班了。啊，我叫程苗苗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找我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。他不会真是聋哑人吧？不是，咱们学院怎么现在什么人都收呢？聋哑人不能上学是吗？是啊，通缉犯女儿都上学了。这学校以后怎么待啊？恰好啊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李四呢，不是白占便宜的人，你上次送我们了，就是帮我们了。这10块钱你拿着，以后在学校但凡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哎，你没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钱你没拿，我给你钱。哎，那不是钱的事儿。你看你刚刚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跟施舍人10块钱似的。我施舍人家？啊，我是想感谢他，我给他钱成我的不对了。但他趾高气扬的样子。我不揍他就不错了，李斯，你能不能有点良心？是人家在半路上，当初把我们三个给救了。要没有钱小娃，你那时候不知道落了什么病根呢？什么病根啊？什么叫病根了？你不会说话，别说话。哎，这确实，李斯也跟人示好了，钱也给了，确实没理。对呀，哎，他当时不知道我上那儿了吧？这事儿可不行外传啊。可不行瞎说，你没说吧？嗯，你当时没说吧？说了。你说了。嗯。你跟谁出来打哪呢？我跟我自己。你干嘛呀你？哎，四哥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四哥，哎，啊，你好。啊！木木夹上。没家长，那你家人呢？对不起。哎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呀？高老师，你听见没有？他给我道歉了，我真是受害者，他就是故意殴打我。报道，没人打李四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老师，我们开玩笑呢。李四啊，说会少林拳，我们一比划，千娃一起身，一下就把李四给碰倒了。李四这个人乱说话又小心眼儿，你可千万别当真。程苗苗，你怎么又叛变了？哦，那就请家长吧，你爸肯定能替你伸张正义。哦啊，那不用不用，我爸现在在前线呢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哦，对。啊，对对对，说的没错，我前面是开玩笑的，是我自己撞桌角上了，我自己不小心跪那儿了，都是误会，误会，学习不好，可以加把劲儿，方法多的是，但做人做不好，在我这过不去。
今天这个事儿我可以不追究，但你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江小娃，转学到新学校不容易，把你那些坏毛病趁早改了，这是学校容不得你放肆。李四啊，你要是不想挨你爸的揍，就在我这安分点。大老爷们靠打架解决问题，就是个低级趣味的事儿。下次再这样，我保证你们两个一起离开这个学校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大声。明白。程苗苗，你就是个根正苗黑的叛徒。你自己心虚。他先动的手，我心虚什么呀？你别不知好歹，我让你少挨一顿揍，知道吗？我是受害者，我爸凭什么揍我？你爸凭啥相信你是受害者？小娃，有能耐咱们校外比划比划。哟，你非要多挨顿揍是吗？我不缺我爸这顿揍，这口气我必须得找回来。加上你爸这顿是两顿，你刚刚跟人比划半天，你自己吃没吃亏，你心里没数吗？那是因为他偷袭我。我更得争回来了，还偷袭呢？他就是偷袭我，我被你打的。那你不能打。哎，程阳，江文，你之前帮过我们，我们也给你道歉。不领情就算了，你动手打我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帮过我就能骑我脖子上拉屎？我给你俩选择，现在，第一，道歉；第二个，咱俩单挑。宝宝，哎，出来！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咱俩单挑，哥碍着别人，碍着别人的狗什么事儿啊？你先让这狗退下。你是不是怂了你？啊，认怂就道歉。安宁，你怎么来了？放学你就没人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啊。打吧，受伤了我送你去医院。好，今天看在女孩给你求情的份上，我饶你一命啊。以后在二中给我低调点，以后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宝宝，来，不打了。高老师说了，打架不解决问题，但这事儿肯定过不去。他欺负你就是跟我过不去，有我在，没人敢动你，啊。千条狗不地道，这是请外援了。哦，说的有狗。行，下次啊，我把大院那两条狗给你牵过来，两条咱稳赢，好不好？甭牵那两条狗了，那两条狗都吃成猪了。跟我回家吃大盘鸡吧。吃啥大盘鸡呀？我回去得管程牙，一个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，打架没一个能赢的。没赢啊？赢啊！他偷袭我。哦。劳动不积极，脑子还有问题。这是哑了还是聋了？说话也不理人，跟谁欠的似的。我怎么这么烦他呢？人家也烦你。烦我？他那是嫉妒我。不行，我一说他我就来气。都这个点了，叔叔阿姨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不是怎么回事？牙也不回来，你们家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阿姨。李四。哎。过分了啊！心里也没有这个家，没有你儿女，没有。又喝汽水？我开的，我开的。小苗苗，哎呀，小静，赶紧回来，等你干啥去了？啊，跟你爸妈出了点事儿啊。哎呀，四哥呀，还那么帅你、啊！哎呀，别老叫四哥，辈儿都差了。哎，景云，叔叔，你们俩没吃饭呢？吃啥呀？上哪吃去啊？你们下班也不快做？懒死你得了！那冰箱里不是什么都有啊？脑袋套个饼还能把你饿死？不是，咱出去吃就完了呗，姐夫。你请客啊？你请客，咱就出去吃。那
现在饭店啊也都不太卫生啊，咱就在家吃吧啊。我妈那饭店也卫生。嗯。牙牙呢？牙牙，牙牙好像去盗墓了啊！盗墓哦。小舅，你看他就是心里没你，他不爱你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但是不耽误我爱他啊！我最爱的还是你苗苗。哎，我呢？第二排第二。哦，对了，姐，那个妈给你带的东西都搁车里呢。哎，李四，哎，走一趟。啊，走。你们做饭吧啊！啊，去去就回啊。罗正最近欺负你没？他欺负我干啥呀？我听魏婶说了，罗正总欺负袁山青，这小子要是在我们班，早晚给我收拾他。他要是真犯浑，你就上楼找我去，听到没？你有聊你？我帮你啊，真是你帮助袁山青啊，人都够可怜的，咋还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啊？哎哎，和你俩有啥关系？哎，出什么风头啊？有这功夫，好好学习行不行？逞什么能啊？妈。啊，劳伦斯说过，少年以正道为做一切事情的基础。啊，哎呦，你跟你爸学的吧，咬文嚼字儿，那满嘴大道理有个屁用？还劳伦斯？劳伦斯是谁啊？啊，妈，劳伦斯 is valuable people。行啊，苗苗，这英语有进步啊，这敢张嘴了。Yes, sir, father.是好朋友对吧？哎，就冲咱俩这情谊，要什么让投一票，正要罩着你了，知道不？听到没？行，咱俩这么说定。起立！老师好。朋友，坐。今天，我们选阿甘，大家可以来投票。那我就直接唱票了，票高者入选。朱超。朱超。徐文武，程淼淼，朱超，喵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喵，这怎么体育课都不上了？谁又不想上？苗，你听我解释，算了，都过去了，往事如烟。不是我不选你，是你说就算我选你了，你也就两票，你我没有你也不能选朱超啊。我没选朱超，我选徐文武。苗，没事，这班长咱不当就不当了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难过啊！我现在难过不是没选上当班长，而是为啥徐文武的票数都比我高啊？他学习能比我好多少？他为这个班集体做过什么贡献吗？他运动会得过名次吗？咱不也没得过吗？哎，那上个学期那拔河比赛，我是不是起到一个决定性作用？那没我的策略，咱班能赢吗？咱班多少事都靠着我呀！哪件事靠你？那可太多了，我都不想一一举例了。咱远的不说，就说新来的小小娃，他们有哪个人真心想帮过他？是不是我揽过这个重任了？那你不也是想当班长才帮他的吗？错，
我就是知恩图报，我就是见不得咱们同学新来的被别人欺负，我就是善良。那朱超有我善良吗？学务有我善良吗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哥别说话了，最可恨的就是你，临阵倒戈。之前还说人家是叛徒，你现在属于什么性质？你闭嘴！苗，我在心里绝对是支持你的，但是你看，就我俩支持你没用啊，是不是？不生气了，嗯。钱老板，你不是答应投我一票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我没有答应。那你是不是也没拒绝？那没拒绝就是答应啊！我平时怎么对你，我怎么帮你的，你不能敌我不分啊！对呀、啊，自打你来了之后，一直都是我们对你好，你这样很不地道。能地道？他咋就一票？你挑拨离间是不是？不投就不投呗，我不稀罕。离婚是坏事还是好事啊？这是你该琢磨的事儿吗？啊？为啥呀，爸？我凭啥不能琢磨呀？离婚哈、啊，不算什么好事儿，嗯，但也不算什么坏事啊。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选择。那你俩会离婚吗？你还盼着我离婚呢？哎！嘿，你说这孩子。这孩子是不是跟咱们讨论问题吗？是不是？你别那么情绪化，讨论讨论来。讨论啥呀？这俩小屁孩这么大点就讨论离婚的事儿，是不是有点早啊？钱，你看这个离婚啊，它是一个家庭问题，他们俩呢是咱们家里边的成员，所以他们俩也有权利来发表意见，对吧？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开始想要严肃的讨论这个问题，这说明他们俩又成长了，长大了。对呀。我就琢磨呀。那要是爸妈离婚就只是爸妈自己的事儿的话，那胡秋敏今天就不会跳河了。哎呀，他那是重组家庭，那情况能一样吗？杨松柏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，那胡月带着孩子，他也带着一个孩子，那亲生的孩子一碗水还端不平呢，更甭提别人家的孩子了。你看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想法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，对吧？你说那夫妻两个人，他又不是亲生的，从客观上的说，这夫妻两个人啊，那完全他就是陌生人，对吧？但是怎么才能成为一家人呢？怎么才能够相亲相爱呢？那就看你如何对待对方。对，爸，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啊，他很哲学。是，哲学什么呀？那哲学家呀，都是满嘴大道理，跟那骗人的，等同于骗子。爸妈。反正你俩要是离婚的话，我就一个要求。你啥要求？我俩就别分开了。看到没有，这亲生的就是不一样。主要是我怕成苗这样的去了谁家都得挨揍。我操！哎，喝水。这人呐，人一辈子要做很多的选择啊。你看，我跟妈妈，我们互相选择了彼此。你们未来呢也有这个权利来选择自己的生活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你们未来的伴侣负责，知道吧？嗯，啥人生不人生，把每天的日子过好了那才是正经的呢。哎，妈妈这是有大智慧，真是啊，说得特别好，特别对。拜。哎，再给我盛碗汤。哎，你说，咱们厂子从来就没开除过人啊。这不也都得按规章制度办吗？要你让大海怎么办呢？那现在啊，大家伙儿都反回头来骂大海，这也不公平，是吧？哼，我看就是厂子的效益越来越不行了。效益不行怎么办呀？那不能去偷油吧？你各个厂子效益都不好，让大家都去为非作歹去啊？哎，你说，我厂子不有啥事儿吗？我听说好几个单位，那把退休年龄都提前了，这不释放的啥信号？是不是想让咱们早退休，少拿钱？哎，你别听风就是雨的，跟着他们传这些话啊！我没传，我这不跟你说吗？
你们俩听到没有？我吃不下，就要吃不上饭了啊！长点心吧，争点气。这我也吃不下了，明儿早上熬粥吧。哎，你们俩啊，别听你妈瞎说啊！吃完饭赶紧回屋写作业去，我晚上得值班啊。班内刘君宝哭了一天，李四也被说了，你说这事儿跟他有啥关系？一下就变成地主家的坏儿子了。哎呀，快跟你们班袁山青差不多了。你真是到处落井下石。这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呀？家里一个人成了通缉犯，那全家都好像跟犯了罪一样。你说袁山青啊？哎，爸，咱家砂纸在哪儿？那工具箱里，你找找。哎，你要砂纸干嘛呀？那你想怎么问清楚啊？怎么弄啊？哎，你大晚上的给谁打电话呢？啊？你不学习？我听见是不是李四？李四，你作业写完了吗？啊？你瞪什么眼啊你？又喝汽水，喝那玩意儿好啊你？一天天的没个正事儿。我怎么没正事儿了？我早出晚归上天学不是正事儿啊。是你人在学校呢，心思早就跑到八千里了。知道你，回屋学习去，把你放那儿，放那儿。哎月，哎你跟谁神神打打呢？啊？哎呦，你再说打一个。哎哎，行了行了，院里边这听着你喊你。大晚上的了，就别生气了啊！我白天也没少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晚上不好好的学习，就跟那抱着汽水瓶打着电话跟那闲聊天。我说他一句，他顶十句。是。哎，你不是值班吗？你咋回来了？我回来找找工具书。哎呀，你还回去干嘛呀？这晚上谁还去医院呢？你别回去了，这都几点了？哎，都这点了，牙牙怎么还没回来呢？啊，牙牙刚刚在医院里边碰见个同学。把人送回家去了。他送什么同学啊？男的女的？女孩。女孩谁啊？我哪知道啊。哎，这家家户户的谁不认识路还用得着送啊？我问你呢。哎呦，这孩子的事儿你这什么都管呢？那孩子的事儿才要管呢，你这哪有你这么当爸的啊？油田效应越来越差了，要是咱爸妈也干不下去了，咱是不是得跟他们一样啊？得走啊！我爸说了，生是油田人，死是油田鬼，就算是馒头榨菜，这辈子也得死守在油田事业不动摇。哎哎，不过这是我爸说的，我都行，到时候看你去哪儿。看你那不能吃苦的样儿吧，你还是留在油田吧，你出去了连饭都吃不饱。哎。你应该去河西那村子里体验体验生活。我体验什么生活呀？你怎么了？这两天不扶贫钱花了？啥扶贫呀？我们是一帮一对红。红吗？热脸贴冷屁股了吧？人不搭理你了吧？嗯。爱搭理不搭理呗。我自己还有一大堆事儿呢。哎，那咱们就不管他了。今天我妈那边有个新厨子，咱们试试菜去呗。行，那我去叫胡子。好，咱们小水中见。好，走啊。好。你来找我，等会儿是去跟李四吃饭，是吧？嗯，这是什么？啊，鱼死块一截。哎，我又再看别的了。行，你再看看啊。好好看啊。
小黄，帮我把那个液化气罐给搬过来。是。哎，再帮俺看看那个留着管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来，谢谢啊。鹏飞，年咋的？你踢鸡喝？鸡？鸡？爆米花呢？没事，没事。还有哪个我们可以去？有爆米花。去高高啊，来，去高高来买鱼。你看这个鱼大不大？新换厨师真不一样，这辣子鸡真好吃。嗯。娘，咋不吃呢？不能放弃乔小娃，我要再帮他一次，至少再帮一次。爷，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爷爷好，我帮你拿。我叫程苗苗，我是乔小娃的同学，我来你们家做客。哦，小娃的同学。嗯，好。谁让你来我们家做客的？不是啊，小娃，赶紧让同学接驾，我烧点水，上船，上船，上船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爷爷，我扶你吧。哎，慢点，爷爷慢点。来，看看俺这个破家。这还有个屋呢。来，坐。姑娘，你坐啊。哎呀，自打小娃进这个油田学校以来啊。你是第一个到俺家来的姑娘。那爷爷，我以后经常来。欢迎，今天往在这吃饭啊。好，谢谢爷爷。倒点水。爷爷，这屋是干嘛的呀？哦，那是窑藏，去看看吧。哎，吓我一跳。哎，爷爷，我能去上面参观吗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上去吧，小心点啊。嗯，起开。上面是干嘛的？哇，你就住这儿吗？哇，这上面还有呢！你别上去啊！你管我，爷爷让我随便参观的。哇，这太酷了吧！哎，好像电影里面的呀。你来到底干什么？我来找你玩啊。这些鱼都是你抓的吗？嗯。能吃吗？那你们每天都要出海吗？刮风就不能出海了。那你可以一个猛子扎到海底吗？不行，一个猛子最多能捞条鱼。厉害！你给我老实交代，这到底是咋回事？我就摔了一跤啊。你是不是跑人老乡家偷东西去了？咋可能，这都是老乡爷爷送我的，后来他们家狗追我摔倒了。送给你的，那人家狗能追你啊？人家凭啥送你？你是五好村民呐。你爱信不信，就是人送的。看看你，哎呦，偷吃生的，窜稀了吧。你又去哪儿了？这都九点半了，你才回家，你又盗墓去了？没有，我去同学家吃饭了。哪个同学？王府强。你到饭点不回家吃饭？我在他家吃过了。家里是没有你俩饭吃是咋的呀？啊，都跑到别人家去吃饭。
弟那书包还有那校服我咋找不着了？你知不知道放哪儿了？你要那干啥？啊，我送给我们班钱小娃呀。哎，他们家太穷了。我今天去他们家，我都大吃一惊啊！你知道吗？就跟活在20年前似的，啥都没有。而且爸，他们就睡船上，就吃饭睡觉都在顶上。哎，嗯，你没在人家里这么大惊小怪的吧？我傻呀，当然没有。那人家多不好意思呀！我就是表现出一副非常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，然后什么都感觉很神奇。你是小脑瓜转的啊，懂事。善解人意，这小脑袋瓜子一点都不往正道上使。这怎么帮助同学就不是正事儿了？我现在呀是候选班干部，我就得提前负起责任来。高老师让我劝强小娃剪头发、穿校服、学普通话、融入班集体，这就是我的任务。高老师说了，要做自己，我的目标就是做个好人。你先做一个好好学习的人吧，你。妈妈，这两件事可一点都不冲突。我现在正是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。高老师说了，考高分不是理想，理想应该是对未来的规划。哎，这高老师还不让学生考高分呢，这叫啥老师啊？不是不考高分，我怎么还跟你说不通了呢？爸，你明白的对吧？啊。你想做一个好人啊，这个目标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呢，你得让自己自身强大起来啊，你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呢，知道吗？嗯，爷爷太好吃了。闺女，那家不是常吃这个吧？嗯，这上哪吃去啊？我妈做饭特别不好吃，我爸能稍微好一点，但也就那样吧。他俩做的饭我都不爱吃。喜欢吃就多吃，这自家打的鱼，自家捞的那海货，它鲜啊。嗯，往后想吃了，就到咱海边来。好，他们之前说这是地方上的，不让我们过来，说这，说这有海，我们都不太会游泳。嗨，哎，闺女啊，嗯，我想问问你，俺小娃在学校。他怎么样？老师觉得他合格吗？合格呀，老师跟学生都特别喜欢他。哟，是吗？嗯。哟，行啊。哦，对了，爷爷，我们学校有规定，就男孩子的头发不能特别长，还有就是要穿统一的校服。学校有啥规定，咱就啥配合啊，咱不能让老师操心。就他这个头发。从小都是他大哥给他剃，这不，这几年他哥外出打工也顾不上回来，就犯了那倔劲儿的，是死活不让别人理。你说急啥了吧你？能理解，我弟跟他一样不喜欢剪头发，每次剪个头发就撕心裂肺的哭，后来只能我妈给他剃，他俩一个情况。学校的规定不能坏，这次啊。踢也得踢，不踢也得踢，听了吗？啊，听了吗？你说话呀，你吭气儿都是你。哎，爷爷，家里就你们俩吗？他爸妈呢？我没爸妈。小娃。是我捡来的，不怕你笑话，姑娘。我没文化，我打字也识不了几个，更别说教小娃了。我就担心，就他这个倔脾气，在你那里合群吧，不会让人欺负了吧？爷爷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欺负他的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会保护好小娃的。好好好，好好。终于安静了，小子，哥哥给你拿饼干吃好不好？
小紫，哥哥出去一下，你乖乖的啊，安安静静的。啊，妈！嗯，你在家呢？刚才看你屋灯都没亮。啊，我刚换了个灯泡。袁然清被警察抓走了，你知道吗？过来。他就是袁然清啊！学校里传他有个孩子是真的。你别胡说，这人家妹妹。他叫袁山子，咱爸都知道。你把人妹妹抱咱家来干嘛呀？袁然清呢？袁然清今天不在。妈来。丫丫。啊妈。晚上吃什么呀？吃啥都行。啊妈，那个你先出去一下，我跟陈明我俩有点那个事儿要商量一下。你先下去，一会儿我们就下去吃饭。那你这是。哎，妈妈，你别过去！我跟你说，妈，你看看夏姐多可爱，妈。到底啥情况？他就是小紫，今年快三岁了。我是问你他几岁了吗？我是问你跟袁勇他娃是啥情况？我俩就是同学。你俩还是同桌呢。你闭嘴。妈，我俩真没啥。这小娃娃才三岁，放哪儿都很危险，这忙我们必须得帮。哎呀，这帮忙也得看实际情况了。你这跟袁勇他娃扯上关系，那是一句帮忙就能行的事儿吗？你们也理解理解我们做大人的，这袁勇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跟他沾上准没好事儿。你赶紧让他们把这孩子带走，别给咱家找事。妈，他可能来不了了，他今天在学校被警察抓走了。不是抓，而是带走。被警察带走，那就是被抓了。他爸爸被通缉，他被警察抓了，你把他妹妹带回来，你要干啥？你准备自己养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不清楚。就算他犯法，这跟他妹妹也没关系啊。这么小的一个娃娃，总不能饿死在家里吧？而且也没吃的，刚才还一直哭呢。你干啥嘛？我就给他冲点奶粉。小紫啊，你在我们家这是最高待遇了。看这孩子瘦，一看就没照顾好，真是造孽。来，妈，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心眼比谁都好。你少在这儿给我戴高帽。你说这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妈说啥你就听不进去是不是？你这要让别人知道了，咱们跟袁勇还成同伙了，一天天的还帮着诈骗犯喂女儿。我跟你俩说啊，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听见了，我跟谁说去？我刚才已经给你爸打电话了，等你爸下班了，赶紧让他把那娃娃送走。来，来，赵老师，哎，那个什么，就不用换鞋了，来，直接进来，直接进来，直接进来。啊，姐姐，这位啊是苗苗的班主任高老师。哎呀，高老师，来来来，快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小姐姐，我早就听说苗苗新来了个班主任，一直说想要去拜访您的。我们先接回家了。上回您谢谢，奋不顾身救人的事儿真的是太感人了。我就说呀，您是孩子的表率，把孩子交给您，我们家长那也放心呢。高老师倒水去，快点。您今天来是苗苗又犯啥错误了？哦，没有，我送学生过来的。啊，这是牙牙的同学袁山青。哦，袁山青，哎，你好。那个高老师，这个苗苗成绩怎么样啊？我这挺着急的。
上课回答问题举手吧。是啊，这孩子。挺好。做什么？有进步。有进步，那就行。这地方平时都没人来，他们肯定找不到，放心吧。这我都没来过。咱们现在这样是没法解决问题的，对不对？咱们出去找个地方坐下聊啊，都是人民内部矛盾，好解决啊！冷静，冷静。开门！胡子开门！开门！别喊了，来了！别吵，别吵！啥情况？还闹着呢，我让高老师跟韩老师先过去了。韩老师说不可能让袁山青走。小芳呢？小芳怎么说？没听清呀，我一看这情况就赶紧跑来给你报信儿。就小芳的人品，多老奸巨猾呀！我跟你讲啊，她绝对不敢得罪家长的。哦，我刚才还听家长说，让学校开除袁晨清。完了，小芳这人很容易屈服的。我不想连累学校，也不想连累你们。不行，我就跟他们走。你傻不傻呀？你走去哪儿啊？你能干嘛？你能抓你爸吗？你就在这待着。放心吧，除了我们，没人知道你在这儿。对。如果学校要开除你，我就去找校长，找厂长。我们一起。对，我爸是领导，真认识厂长，让他带咱们去。徐文武。都有了哈，没什么事儿就下课吧。我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的分。105啊，语文。英语97。数学138，这强小娃不是蒙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下午5点开家长会啊。完了，这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这总分得500以上啊，就我这进步幅度，我怎么跟我爸妈解释啊？就说是你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呗。我自己我都不信。那你就说是财神爷保佑你，你妈估计能乐开花。这话糊弄我妈行，我爸是无神论者，他肯定觉得我是抄的，不得揍死我吗？那你抄卷哪有全抄？你也不知道改改。他那字多的我都懒得抄。你再说了，我哪知道他全对啊？要不，我还是离家出走吧。那个，你们有钱给我凑凑啊，我连夜去找我奶奶去。去你奶家那叫离家出走吗？你爸不知道你奶家在哪儿啊？那怎么办？哦，我要不跳河吧？那个胡子那次也是跳河挽救婚姻的。那是我妈跳的河啊，而且也没有挽救婚姻。那，哦，这不行那不行，我总不能英年早逝吧？啊，我要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我会坚强活下去。嗯，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我俩顺带手也帮你实现一下。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啊，程淼淼，你这个情况你也不容乐观。86，你什么时候考过86啊？56改的，你看这笔颜色都不一样。哎，刚刚还不这样，这怎么还变颜色了呢？
你俩真的是一个比一个缺心眼。你考得高，你当然不用操心了。没想到这你这够自述吗？厉害，小哥。这倒是。这个。22，22，22。这个你也会。现在你太。完了，我这第一眼看着就没了，一天天的，还同情心泛滥帮人家呢，结果人家深藏不露，多有心机。陈小娃。我们得谈谈。说实话，我都想要跟你绝交。我没想过。你是对我说话都那个态度了，还没想过？我就是脾气不好。那我就是脑子不好。我真没想过会让你难受。雨次跟我说你是玻璃碴子心，我才意识到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我把你当成要饭的了。主要也不是你是，他主要说我吧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觉得你把我当要饭的了。不是，我真没这么想，我真是好心啊。我家确实穷，确实买不起校服，但我也不想能看不起我。这就是互相帮助。李四从小有什么好吃的就买给我，我就给他买磁带，我们都是有什么好东西就给对方。可是恁都有，不用在乎这些。我没什么能给你了。那我从你家拿那些海货不算东西啦。我有多余的校服拿给你，你有好吃的海货拿给我，这不就是互相的吗？我那些东西都不值钱。大哥，我给你的文具、校服、破桌子也不值钱，这就是心意。你别嫌弃就行。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拿值钱的，我也拿不出来呀。你别指望我把我家电视搬到你家去了。你看看，说开了就好了。你这个破脾气啊，你得收一收。一个大老爷们儿搞得那么敏感干嘛？看我啊。那我们就和好喽，还是好朋友喽。他给坏了，一点声都不出。哎，你妈咋样了？好点没？嗯，没事儿。医生说做了手术就好了。老杨搁那边守着呢。老杨这次可以啊。还行吧。你和钱小娃呢？和好了吗？必须啊，钱小娃都跟我道歉了，我也不能得理不饶人了。嗯，也是。哦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也没见你对我多包容啊。哎呀，四哥，你别总让别人影响咱俩的感情啊！咱俩都多少年兄弟了。别老跟我称兄道弟的啊！咱俩一男一女，这辈子成不了兄弟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咱俩的感情你就不用再强调了，我都明白的。你看看你，没法，从今天起要练普通话了啊。你卷子抄完了？你当我没说。啊？怎么是你啊，李四呢？一点靠不住。那正好。咱俩一人一个，来，拿着。哎，小鸡，宝宝，哎呦呦，让姐姐这来，爸爸啊！你咋不回家？这睡觉的时候。
弟弟他同桌的妹妹，他俩有事儿，我帮忙先看一下。多大了？三岁多吧，不知道。你能参加游泳比赛吗？你这次期末考试能考及格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不是说考不及格还要抄卷子吗？我给你补考。啊？你给我教普通话。你这是受谁点化了？还要主动学普通话？行不行？行啊。你还不回家吗？能回。哎，我没有让你现在就回，我就是问问。你每次放学都那么着急回家，你留下来跟大家玩玩多好呀。你打篮球吗？不打。小紫啊，小紫，你看看，你看你紧张什么？这是小娃娃，又不会咬你。小紫，这是小娃哥哥，让小娃哥哥带你举高高，好不好？给他举高高，我给你拿，举起来。小肚皮别露出来，你看看你抱的不对，你起来，我给你弄。小孩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是我抱的不对。举高高，举高高，举高高，举高高！哎呦喂，举高高喽，举高高喽，举高高，转圈圈，你看圈圈，你看多高兴，多高兴，是不是？哎，乖乖的小子，真乖。我对他没啥意见，我主要是怕影响班级。咱也给个机会呗，咱都是一个班的。对啊，我们正在教他普通话呢。哎，不是，他的事儿你们两个在这跟我争半天啊，人家还没说话呢。快，强娃，快跟班长表个态，这次跟我比赛有没有信心？不就是个歌咏比赛吗？天天在这儿表学习。哎，你快说。强娃，你可想清楚了啊，咱们这一次是集体参赛。你要是参加了，可不能拖班级后腿。我不会拖后腿的。听见没？是不是普通话？是不是有进步？一人就一句，绝对没问题。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啊！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这回他要是演砸了，丢的可不只是你们几个的脸。这儿能住人啊？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我们小时候连点都没有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到大桥这面来，和我们那儿完全不一样。我倒是觉得这里比我们那儿好。你看这空气，这海风，爽！哇，胡子，你快帮我拍张照。行，你往这边点，正好能拍到夕阳。嗯。再挪点。怎么样？行，你再往这边点，这还有阳光。啊！小心点，水深。这张照片洗出来绝对好看，夕阳下英雄救美。你俩干嘛呢？再拍张。啊？拍照来了？不是练习普通话来了吗？跟我读《青春之歌》。青春之歌。青春之歌。哎。青春之歌，之歌。青春之歌。青春之歌。
你曾是一颗种子。你曾是一颗种子，埋在土壤，埋在土壤，静静等待发芽，静静静静静静静。我之前一直挺羡慕生在大城市里的人的，就觉得咱们这油田基地连个像样的商场都没有。但是看到了他们，才知道咱们有多幸运了吧？但我还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。那就好好学习，就你现在考这点分，能上哪儿啊？你说，咱俩是不是遗传上有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你成绩这么好，我就不及格啊？一个字儿，懒。懒就别聊遗传的事儿了。从倒洗脚水开始，做一个不懒的人。我跟你聊学习，你跟我说什么洗脚水啊？程雅，你自己倒。倒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。勇气是可贵的财富，勇气是可贵。可三声，可贵的财富。哎，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行，让我们乘风破浪前行。不辜负理想，不辜负理想，才是青春最好的模样，才是青春最好的模样。鼓掌。做你自己的。不是我这题怎么算都算不明白，太难了。哎，你教教我这题呗。哪道呀？这道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觉得你刚刚那解法不对，这是我新做的一页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好一点？那你不讲吗？做半天学问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孩子们。来，谢谢，吃点鱼干，吃点鱼干。来，哎，闺女，你怎么不吃啊？爷爷，我等会儿吃。爷爷，你别管他，做学问的来不及吃，我吃就行了。哎呦，好，那就多吃多吃。哎呀，你们来我高兴啊，咱家也没啥好的，要是喜欢吃这个，爷爷管够，啊，管够。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熬着那鱼粥嘞。嗯，哎，孩子们，今天咱烙饼吃哈。哎，爷爷，你别忙活了，我们做完题就得回去了，回去太晚要挨骂。不行不行，咱吃了再走，吃了再走啊！吃了再走，吃点，挺好吃。大宝，我来教教你，我们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做题。给我详细。你这是沾到哪村里了吧？你凭什么往家里拿这些东西？强小娃他们家，我们经常去他们家，他爷爷就天天给我们带这些好吃的。哎，也别光拿人家东西啊，我都看人家需要点什么，从咱家给人拿点。咱也能拿吗？哎，爸。那膏药能给他们拿点吗？他爷爷腿跟腰不好。能，我说常备药也给人拿点，他们那边不好买。哎，爸，那个啥，哎，尝尝。说啥？小鱼干，甜滋滋的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爸，人工耳蜗那个事儿，你打听咋样了？啊，我跟战友们的信都邮出去，等信儿。行。所以他就是为了帮你爸值班，就住这儿了。嗯。哎呦。
要我说，这袁占清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你跟人学学。我图报谁呀？图报我呀，我对你全是恩情，好吗？好歹回应一点，不然我多亏呀。那你亏着吧。哎，虽然这地儿有点简陋，人收拾的挺干净。哎，我就觉得地方太小了，我想搬点东西进来，我都不知道放哪儿。呦呦呦呦呦，人家乔小娃住船上也都能搬一桌子去，这你搬不了，偏心眼儿吗你不是？那你把你家桌子拿过来呗。我哪桌子真放不下这地儿，放不。哎，小娃，坐上来，玩会儿，可好玩了啊！老晕了这个。来来来，开饭了，鱼来了。哎呦。袁山青，你真厉害啊！随便给你口锅，你都能做出这么丰盛来，这你也学学。你不吃就回家，别在这叨叨。我又没吃你的，我吃的是人袁山青做的，人乔迁之喜呢。就你着急动筷子。之前因为我的事儿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，也没有正式感谢过大家。今天这顿饭呢，就算是我的心意，以后你们常来，我做饭给你们吃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做饭地方太小了，都不方便，以后就去我们家吃，方便的，而且做饭也不需要多大地方。不管方不方便，你都能随时来我家吃，反正现在离得也近。而且小阿哥，以后没事儿你就随时来找我们玩，这花房小院就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地方，也算是秘密基地了。现在更是了，落脚了，能住人了。早知道这儿能住人的话，我还跑山洞干嘛呀？我早过来了。天姐，你会种花吗？会啊，我打算跟芽芽种一盆花，来年春天就能开花了。对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青芽。哎，苗苗，那咱们也一块种一个，叫四苗。哼，种呗，你天天这名儿，你养不活。不可能，绝对茁壮成长。谢谢。哎，袁然姐，以后有事儿别一个人扛，咱有啥事儿？商量着来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说种花呢，多浪漫的事儿啊！你看你就跟不上节奏。哎，不说以前不开心的事了，来，今天是袁山青同学的乔迁之喜，我们开开心心的干一杯，祝贺袁山青同学现在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了。来，谢谢你们，干杯！你说你能干成点啥事儿？我让你去学校见老师，你叛变了。你还把我们教导主任给得罪了，我那也不算得罪吧，我就简单的批评了他两句。那教导主任是你想批评就批评的呀，你不知道他有多难对付。那有啥难对付的呀？就他那小矮个儿。你说谁小矮个儿？你不许这么说小芳。小芳，不是他那样连个辫子都没有，好意思叫小芳啊？人家叫肖芳，方正的方，小芳是我们给起的昵称，显得亲切。这就对了啊，方正的方就对了，他长得多方正啊，跟电视机似的。哎，我挺佩服他爸妈的啊，给他起名叫方正，就冲他这名他也嫁不出去。人家是没嫁呢，跟名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不三十多岁还没娶老婆呢吗？嗯，我跟他可不一样啊，我对爱情是有要求的，我的婚姻观一定要建立在优秀的。谁在乎你的婚姻观呀？从小你也没优秀过。哎，你快点回去吧，太能惹事儿了。我也是疯了，我怎么能让你去学校呢？错。你让我去就对了。今天在学校吧，我看你那态度，我也没来得及跟你说。我这些都是有目的的。啥目的呀？都是策略。我想让你给老师留个好印象，哎，让他们不放弃你。你得往长远了看，知道吧？快拉倒吧！你就是想自己留个好印象，就是人邱淑贞好看给迷住了。哼，她长得确实挺好看的，但是赵淑贞还是差点儿。这要真淑贞，你就把我杀了，把我肉给吃。那不能够，没准把你炖了，人淑贞再不爱吃呢。家暴甚。行行行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啊。你小舅我呢是下了一盘大棋。你看啊，这韩老师是你的英语老师，还是雅雅的班主任。万一哪天他成为你小舅妈呢？啊，我都是为你俩考虑。你事儿办完没有？你什么时候走？贾黛玉同志，我正式的通知你一下啊，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你们三个人我很难带啊，
不过没事，那边有杆，扒着那个栏杆，顺着边滑。我滑的没问题。那，嗯。所以你得注意，一会儿得重点保护一下我，让苗苗和小娃留边滑啊。走啊。这不扮猪吃老虎吗？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哎，对，对，身体放松，别太紧张，就是这样。行。别怕摔，摔一两跤什么都会。没事，我不怕摔。走，走，哎，左脚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心，小心。哎，没关系，继续来。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人山间长得其实挺好看的？以前你正眼瞧过人家。慢点，四哥，要不然你歇着吧，你这样我都没法滑，我还得看着你怕你摔了。我这不热身的吗？我一会儿就灵活了。热身呢？我说你这最近伤残频率太高了。你等会儿要不小心再摔一下，把腿给摔残废了就废了。你能盼我点好吧你？好，慢点。哎，你程雅，真的是。哎。我们之前都是在河面上滑，冰鞋都是自己做的。我就是因为没有来过这种地方，特别贵。滑冰还要花钱，我们还会做冰鞋啊。你这样学不会的，我拉着你滑，来。哎呀！那个苗苗，那个你管管我。对，就是你管他吧，我受不了了。那你们滑，我跟四哥滑啊。你们慢慢滑啊。来，我拉着你啊！哎，没杆了。没杆，不用杆。哎，慢点！我在呢。咱们先统一。好，统一啊！来，啊，左脚啊，走。苗苗。哎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你没去上学，我怕你出事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上船说吧。今天我们老校长生病了，我去看他，就没来上学。来，暖暖手。哦。咦，你们村不是没有学校吗？以前有，现在没了。你说今天降温了，你还跑来干什么呀？你脸怎么红了？你发烧了？没有，外面风太大吹的。今天有那么大风吗？小娃，对不起，我一直以为你是性格孤僻，不愿意跟人打交道，但我没想到你来我们学校是这么难的一件事儿。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，伤害到你了，我跟你郑重的道个歉。没什么伤害，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。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想，说那些干嘛？你就算上学容易，你也不能不好好读书啊！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成绩，能考上大学吗？用话就说我这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发现了，学习这个事儿呢，它是需要天赋的，我还在挖掘。不着急，你还是着点急吧。等我们一块上个大学，还能有个伴儿。
笑话哥。华。华。你别动我！你别。你不知道我什么情况？我。你要不要小华？小刁，大半夜你俩干啥呢？你俩干啥呢？你俩转过来听我给你解释。你俩赶紧解释啊！还解释啥呀？孤男寡女的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那到底什么样？变心了呀！我的酒劲上来了。哎呦，你说这事儿瞒我干嘛呀？你俩早就该告诉我。谁瞒你了？是你自己瞎琢磨。再说了，告诉你有什么用啊？怎么没用啊？咱们是个集体，我是这个集体的灵魂。以后但凡有什么大事，必须得先向我这个灵魂汇报，不然我多着急啊！我反叛都少吃一顿。哎呀，行了吧你，着什么急啊？你在这儿，现在是我着急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你们都别着急，好不好？先听我跟你解释一下啊。我小舅，你还解释什么呀？前有王婵婵，后有韩老师。你刚刚，你，他刚刚都躺人校主任床上了啊！你还是我那个敬爱的小舅吗？不是你，你说的这些事儿都没有。不是你这么造谣，我以后我怎么做人呢？我小舅，你看这都结巴成这样了，解释就是掩饰。你行了，这是小芳落在饭馆的包，你给他送去吧。凭啥我送啊？我俩就不熟。哎呀，行了啊，我们不跟任何人说，没人知道。绝对不告诉韩老师。哎呀，不是谁知不知道，这是名誉问题。啊，对。韩老师还真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事我真说不清楚。你说清楚啥呀？你跟韩老师又没处对象，人家在乎你什么？哎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没处对象该在乎也得在乎。对，嗯，四哥说的对啊。啊，对，韩老师如果知道了，你俩得给我做证。哎呀，得了吧你，别瞎操心了。你跟韩老师根本就不可能。要我说呀，你说啥？小舅，要不然你追肖主任吧，我觉得你们两个。很有可能。真的，小舅不是追韩老师吗？咋还和小芳搞上对象了？没搞对象，人俩人就是喝多了。小舅不喜欢小芳。跟你说啊，这种事儿我们男人一看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小芳？嗯。我看倒是未必。今天喜欢这个，明天喜欢那个，他来是干啥的？他不就跟那个王婵婵黄了吗？啊，刚一来就喜欢韩老师，现在又跟啊小芳搅和到一起去了，所以这事儿出口一点不意外。那要是小舅真能跟小芳在一起，那也不是坏事，这就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哎，小芳在咱们这儿是什么地位？等同于副校长。这零七二中有哪件事他说了不算吗？哎，就小紫捐款那个事儿。他不是大手一挥，谁敢不捐？校长都得给他面子。哎，如果小芳真成你小舅妈了，那也是我小舅妈了，那咱以后在学校不得横着走啊？哎呀，你说的很对呀，四哥，这小芳真成我小舅妈了，那小花的事儿还有难度吗？那她什么时候成了你小舅妈？主任，哎呀，大姑娘了啊，别疯疯癫癫的跑，稳当点。主任，你脸咋了？啊，吃东西有点过敏了，不严重。你说昨晚喝酒喝的吧？我跟你说，你以后少喝点酒，这得亏是我小舅给你扛回宿舍了，要是别人。包落小鼠毒了吧？我小舅给你收起来了，放心，丢不了啊。啊，丢不了就行。那个，你小舅昨天没说啥吧？那肯定说了呀。说啥了？他说你人好，长得漂亮，跟一般女孩不一样，还说你有文化有素养哦，还说你们是相见恨晚，兴趣相投。嗨，那你小舅还挺客观。行，我俩昨天聊的确实不错，替我跟你小舅问好啊。好嘞，但主任，我今天来不是因为昨晚的事儿。嗯，那啥事儿啊？
小花的事葛老师跟你说了吗？这个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了。谢了。小花你看这上面好多向阳花，我老说了，人就要当向阳花，永远向着太阳生长，就有希望。小花的成绩通过考试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嗯，小花是没有问题了，咱们这期末考试怎么办啊？我爸最近回来的很频繁，那就赶紧计划一下考完试之后怎么去我奶奶家避难啊。你能躲你奶奶家，我躲哪儿去啊？哎，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吧。哎，你俩别瞎琢磨啊，有这功夫不如多看看书，临阵磨枪，不利也光。哎，四哥。哎，那什么，你家那水煮肉片啊到底有啥秘诀啊？我这研究半天怎么总感觉少一味料呢？我哪知道呀，小舅，我只管吃。再说了，我要真知道的话，我把那秘方告诉你，我妈不得绝死我。你又要干啥呀？这几天吧，我深刻的反思了一下，你小舅我本质上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凉了？我再给你买个新的。我不想吃。你怎么了？你说，小花还能去上学吗？那谁知道啊？摊上那样的家人真倒霉。一想起小花，我心里就难受。小娃心里肯定更难受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那我们去看看小娃吧。走。我不去。你要去自己去。你干啥去啊？我有事儿。放假你能有什么事儿？我事儿多着呢。哎，叔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！你干啥去了？拿煤球。哎，李四跟胡子呢？李四不知道干啥去了，胡子去找魏雪了。我帮你吧。你别弄，走。我没事儿。哎，那你把手套戴上。嗯。我烤一点小鱼干，一会儿你给他俩也带点。哦，好呀。这装多少？谁呀？你不会敲门啊？哎，你啥意思？什么我啥意思啊？你为啥不接我电话？我不想接。你有病啊？你才有病呢！我有病，我也不穿卡通秋衣啊。李四，你都十七了，还一身大吊车呢，起开。这是报警器。你摔了谁呢？摔的你呢？说呗，到底为啥不高兴啊？是不是又嫌我跟强小娃关系太好，忽略你了？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？哦，那是为啥呀？你说。我就不能有烦恼吗？我就不能有点自己的心事啊？哟，四哥，长大了。开始有烦恼了，嗯？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啊！我一直都有烦恼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我听听。我就是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废。这两天我想了很多。你看胡子。从小就要好好学习，长大考上大学离开这里，等着以后跟大哥一起去国外读研究生。朱超呢，就等着接他爸的班去油田。钱小娃想要考北京的师范，因为可以免学费免住宿费，毕业之后也好找工作，
可以带着他爷一起。你就连魏雪都说以后要上青岛大学学会计，就我啥规划都没有。我就想着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这也算规划呀。那，你以后去哪儿啊？嗯，我也没想好。我想去外面看看。合着就咱俩没有理想？哎，为啥非要有具体的理想呢？人不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吗？我看见了袁山青，看见了强小娃，还有小花，我发现他们才是真正活在水深火热里的人。但他们没有放弃啊，没有抱怨过。哎，还有胡子，咱们仨可是从小长大的，但我们真的了解他吗？他那些委屈，除了跳河那次说过，他之后再也没提过了。跳河之后，我就在想，你说，胡子这么多年在家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四哥，你知道为啥咱俩最没出息、最没理想吗？为啥？因为我们是最幸运的人，老天爷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人生。所以呀，我们不能辜负这么好的安排。你想啊，就咱们这团队，你是大哥，我是大姐，咱是主心骨，是灵魂啊！别说小团队了，就拎起耳中，是不是就咱俩最重要？就这个学习，咱好好冲一把，考上啥算啥呗。理想吗？着啥急？慢慢制定呗，反正这辈子还长着呢。对，反正这辈子还长着呢，没理想就没理想呗。就是啊，我还能嫌弃你没出息啊？谁嫌弃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以后别随随便便来我家。为啥呀？怕我看你那大吊车？那挖掘机，挖掘机，我妈给我买的，非让我穿。我要穿的。挖掘机吗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挖掘机还带吧？干嘛呀？你变态是不是？陈冰冰，陈冰冰。妈，哎，我姥姥叫你。哎，你快去吧，你去去。谢谢啊。哎。你咋不进来啊？我还要去给老校长拜年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嗯。这是啥？野菜饺子，我自己擀的皮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吃得习惯。我最爱吃野菜饺子了，我姥姥也爱吃。那就行。可以给你。过年好，小子。哟，哎，小娃也在啊。过年好。嚯，李四，你搬这么多东西，你把你家都搬空了吧？这不姥姥姥爷来了吗？不得表现表现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你这就走啊？哎，哎。我大哥回来了，那我们一会儿找你玩去。行，拜拜。一会儿去你家拜年啊！拜拜，小娃子。拜拜。哎，小娃带的啥呀？野菜饺子，人家亲手包的，你看可香了。大家听听，野菜饺子，那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，尝一尝。哎，我姥还没吃呢。老老爷，真好，老老爷，哟，阿姨好，过年好，过年来了，过来过来，快来坐。都来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对了，哎，好，来来来，给您二老带这个老山参，正儿八经长白山野生的，我妈要给我奶奶送过去，没让，给您二老送过来。哎呦，孙姑爷啊，就是好大方，俺们家将来准发大财。哎，啥孙姑爷？好了，尝尝野菜饺子，小娃带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那姥姥，哎，以后我就孝敬您，您想吃什么随便跟我说，喜欢吃野菜馅饺子，我那儿也有。不仅管饱，还管好，好，多好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老辈人已经定下来的事儿，咱们作为晚辈的不能老较劲，啊！哎，对了，你看，我就知道袁山青和小子在，你看，给小子拿了个小娃娃，喜不喜欢？多好啊！哎呀，没事，小子喜欢就行。哎呀，你看看这，老爷想得周到，身体硬了啊？没臭啊！
没让你老把我气死。别见面，别主持麦啊！哎，我哎，大哥，新年快乐，表妹。进去吧。老爷，大哥来了。大哥又帅了，大城市来的就是不一样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来就来吧，净花钱，你看买这些东西。哎呀，真是。老爷，这是我在深圳最有名的糕点坊给您排队买的鸡蛋仔。哎呦，是吗？养的。这玩意儿可好啊！四哥，这以后不去当领导都可惜了，最次都得是科长。你这带的换洗发水了？不是，我哥给我买的香水，真香，跟那个胭脂粉味不一样。香港味，他这么好，还特意去香港给你买。谁知道啊？你说呢？依你的吧。等一下，我你。喜欢不？哟，别扎着手。缝了一辈能扎手吗？是，放心吧。啊，哎，我老爷说他袜子找不着了。找不着，让他光脚吧。来，你这小马甲，坐好了，穿上试试。嗯，你这挺软和。嗯，这穿上就是暖和，还是软和。嗯。哟，正好。嗯。哎，正好。哎，你们不是说那个小紫过几天再走吗？这刚会说话，怎么就着急回去了？哎呀，老二，人家哪能天天住咱家呀？山青是怕麻烦。麻烦啥呀？我看着小紫，我高兴，我还来不及呢。回头把她吃的都给带回去。啊，行，谢谢姥姥。嗯，好啊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，是不是挺好啊？嗯，正合身。姥姥，哎呦，你可要长命百岁。嗯，等以后我结婚生孩子，我得让你给我带。那你放心，姥姥啊，起码还得活20年，没问题。不行，40年。哎呀，那不成老妖精了？来，这是你的，我的穿上来。好了，你的也好了。我这小外孙女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怎么样？嗯，就这小美人没办法，看着就好。行了，姥姥一年给你们做上一件，姥姥就放心了。哎，但我看这么多件，我跟雅雅可穿不了。哎呀，你以为就你和洋洋穿呢？哎呀，这还有你妈呢，你妈也是我孩子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你小舅。你小舅虽然是没出息，也不能因为他没出息就嫌弃他呀。这个世界啊，大着呢，你说有出息的人呢还是不多。一般的人呢，他没有出息，只要他健健康康的，做个好人，也就是爹妈的福气啦。那姥姥，你把我爸也当小娃娃呀？那是必须的，姑爷进了门就是我的儿子。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人叫我妈叫我姥姥啊？难得的都是缘分，你们80岁也是我的孩子。哟，姥姥，嗯，这件这么小，我可穿不下。你呀，是穿不下，这是给小紫缝的。哎呀，小紫这孩子没妈没爸也没姥姥，你说他得受多少苦才能长大呀？我给他缝个小马甲，得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疼。喂，你看这些哈，都是姥姥的，秘密给你们都放进去的。这是100元，这是元宝啊，这是大米饭，这个是福气，都缝在你们这里面。我这里也有，都有，每个人都有。你说好不好啊？姥姥，你可太好了。嗯，哎呀，姥姥要活100岁，1000岁，1000岁。咱啥时候去？五一。五一放假去青岛，我也想去。我不想去。为啥呀？没时间。五一放假，你没时间？小娃，到底因为什么？嗯，没什么。作文比赛也不是很重要。重要。这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这是咱们团队的事儿。好不容易有个正当的理由可以出去，反正是放假，大家一起去呗。爸，我得回去问我妈，我一点气有没有，对吧？我都行啊，我无所谓。哎，那这么定了，五一放假去。哎呀，你就你听明白他说什么了，你就同意去。青岛，我们来了。
上不欠南，左西右中，东北方向的。你那是平面的，哪来的上北下南？咱们站街上的。我们从早上到现在都12点了，还没找着方向呢。给我吧，你这样明天也找不到哪儿去。老石，哎，老石，你们这是？我们是来报名的。啊，来晚了，已经结束了呀。你们是从哪过来的呀？Linqi油田，就是和平镇。Linqi油田没听过。哎，可是已经结束了，你们还是回去吧。老师，我们确实迟到了，但是他是我们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，能不能给我们个机会啊？行吧，跟我去前面办公室登记一下。走，你快去。是。啊？你们俩干嘛去了？走！哎，干嘛？走！哎，我自己来。这，你要还挺可爱。没事，我也老这样。我爸下回再因为这事儿说我，我就说恰华跟我一样。来，穿上。这多。那，哎，试试，怎么样？嗯，没事，还行啊。等等，看，不用整这些干什么？什么不用？你快穿上吧。别磨叽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咱必须得板板正正的。对，整装待发，咱们有个好兆头。四哥给你买的，我也添了点钱。嘿，不得不说呀，越来越有我的气质了啊！放平心态，咱们就是来玩的。谢谢。
哎，多少啊？多少？三等奖。三等奖。还有300块钱。真的厉害啊！有什么了不起？没见过世面。哎，你不是昨天撞我们那个人吗？怎么了？不怎么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秦远。哦，秦远啊，我刚才看见你了。你是优秀奖，我们是三等奖，一等奖才有奖杯，三等奖不也跟我一样，就一个证书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还有300块钱呢。哦，其实跟钱也没有关系，主要是荣誉嘛。你那个优秀奖，也算个安慰了。秦远是吧？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考试吗？因为考场里才会一视同仁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还有名次吗？因为想让我们努力追赶前一个人的脚步。优秀奖也挺好的。来，我们去哪玩？去游乐园。游乐园？那行，你们一起啊。走走走。让你别吃那么多，非不听，这下好了，上吐下泻，你可真行。不该吃那么多冰糕了。还有羊肉串啊，跟没见过吃的一样，你能把自己吃积食了，你也不嫌丢人。我现在没有力气反驳你。你为啥要反驳我呀？哎，我门票那么贵，没玩几个项目就出来了。我听说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鬼屋，巨好玩，咱们都没进去看看。下次再去吧。哪儿来那么多下次呀？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明天就回去了。哎呀，此时此刻，我特别怀念胡子同学。他奶奶现在怎么样了？哎呦，你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明天要在火车上又拉又吐，你就半道下去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哎呀，我们走。不着急，你站着站好了，还有个流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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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宙无敌才华特别奖强小娃同学。时间有点紧，奖杯来不及做，弄个奖牌意思意思。咋的？一等奖算奖，我们三等奖不算奖啊？他们不给，我们自己弄一个。鼓掌。谢谢啊。客气。醒不过来，老杨就成植物人了。苗，你知道的，我以前特烦的，他老是跟我妈吵架，我巴不得他们俩马上就离婚。可是现在，婚是离了，可是我没想着他能变成现在这样。我希望他能好好的。我那天还特意去海上看他了，他在海上平台的时候可威风了，指挥他们。我从来没见过他工作时候的样子，跟家里完全不一样。你说，
怎么就成这样？他还说有我们还是一家人。可是我那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难受。他那个字是我签的，可是我也不算他家属了呀，都离婚了，我都不算他女儿了。他做手术连个签字的人都没有，你怎么成这样了？这不是情况紧急吗？大哥离得远，他也赶不回来。没事啊，没事了。小华，你们家这船真结实啊，这么大雨都没事儿。都40多年了，不结实早就沉了。哎，你会不会划船啊？会。那你能不能搞条小船，咱现在出海玩去？我玩什么呀？婆婆他妈去医院照顾杨松柏了，我晚上去我家吃饭，得走了。他们又复婚了？嗯，那倒没有，但情分还在。情分？嗯。什么情分啊？我要是躺床上一动动不了了，我绝对不脱离一家老小。怎么着？你不活了？我要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直接自己出海，直接喂鱼去了，飘哪儿算哪儿。啊，行。飘哪儿算哪儿是吧？嗯，你飘吧，我回家吃排骨去了。喂喂，你四，排骨，排骨啊，放多少啊？来，腾个地儿。你从小就爱吃鱼，你叔叔今天说，特意给你做一条黄花鱼，来。把这鱼，来，放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是吧？你妈妈现在在医院照顾老杨呢，你就不能让他们俩人再记挂着，这样你们三个人都不省心。对，人嘛，这个都会得病啊，这个有病呢，咱就治病，这也很正常。但这个治病的事呢，是医生的事，咱别人谁也帮不上忙。对吧？你看，你为了你妈跟老杨，别让他们操心，你就照顾好自己啊！我知道这个很难，但是呢，咱也得努力做到，啊！来，大口吃饭，等着你妈和老杨回来。哎，就是，来，人家吃饭，吃饭，吃饭啊！哎呦，这是，你可出大事了吧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你们干嘛？我儿子在，我儿子在里边。这里是案发现场，让我进去。我儿子在里边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听说袁勇回来了。啊？说是袁勇回来了。袁勇回来了。你们不？你让我进去，袁勇在里边。让我进去。王大夫，王大夫，你们冷静点，不要影响我们工作。蒋警官，我儿子在里边，雅雅在里边，你让我们进去好吗？他和袁善清都受了伤，已经送职工医院了。伤到哪儿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我来的时候已经送医院了。走，上医院，上医院，走，上医院，走。哎，同志，刘副，问雅雅，我儿子雅雅在。跟雅雅在里边呢吗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他家长，还怎么样？肚子上被捅了一刀，医生正在里面处理呢。他就送了趟排骨，怎么就捅了一刀？老张，孩子怎么样？伤口都处理了，幸亏没伤到内脏。什么？老张，我们能进去看看孩子吗？不行，冯雅雅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当事人，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，谁都不能见她。哦，这几位是市局刑侦队的同志，这几位是程娃娃的家属。我儿子他是受害者，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去看看他？
老死了。他死了跟我儿子有什么关系？白勇死的时候，只有程雅雅跟袁山青在场，而且保险人看到雅雅拿着刀对着别人。你们是觉得程雅杀了袁勇是吗？你们有病！来来来，好，冷静点好不好？我们并没有这么说，但是在警方没有做出最终认定之前，他就是有犯罪嫌疑的。我儿子又没有犯罪，他为什么是嫌疑人呢？啊！叔叔，奶奶，叔叔，我求求了，我弟弟不会杀人的，叔叔。啊，行了，我们也希望他是清白的。雅雅，雅雅，雅雅，啊。别害怕，爸妈在呢啊！行了，我们要单独对他进行刑侦，你们等等吧啊，走啊！干嘛？警察姐姐，我来看看袁山青。不行，袁山青是我弟弟的同学，他也没啥亲人了，我就来看看他。不行，哦。袁山青的妹妹就是小紫，也是我们家一直照顾的。我跟他们说几句话，实在不行你就把门打开，我看看他俩，我就安心了，行吗？真的不行，你也别为难我，回去吧。爸，山青，爷们让我告诉你，保护好自己，别乱说话。小紫只是你一个亲人啊。小姑娘，我告诉你，她现在是关键涉案人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。违法？对。这个袁勇啊，实在太可恨了。要是让我遇到他，我噼里啪啦几下就给他制服了，要不我就给……哎，王总，没事，我就是过来看看杨洋。说吧，怎么样，好点没？得有什么压力啊？偶尔养伤，明白？王警官，牙牙这算是正当防卫吧？何止啊，姐夫，这绝对是见义勇为啊！这标准的为民除害啊！我们公安机关是不是得考虑给牙牙安个锦旗啥的？具体的认定啊，我们还根据事实做出判断啊！你们都放心吧，没事。好，队长。袁山青没事吧？啊，刚刚跟他聊了一会儿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刚才啊跟你姐也聊了很多，我特别理解你和袁山青的这份友情，别太担心啊。那这样，那你们就好好照顾他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养伤，没事啊。谢谢，没事啊，来，我送你。有没有？你跟警察都聊什么了？我知道你很爱你弟弟，但是有些事你帮他反而是害了他。他和袁山青有一个人在撒谎，你猜谁？我，没啥。我觉得这王警官人挺好的。雅雅，他绝对不会冤枉你和山青的，放心吧啊。睡了。哎，咱们这两天给孩子买张小床吧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怕压你。行。这好像又回到苗苗牙牙小时候了。妈，小紫有没有跟我睡呀？我把我下面那个床支一下。你晚上一沾枕头你就着，叫都叫不醒。这孩子要是要撒尿或者什么的怎么办啊？你以为小孩那么好带？你呀，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啊，白天得上课呢。就是。带什么孩子？爸，袁山青
真的会坐牢吗？咱们不是警察，也不是法官。袁山清的到底是个什么结果，咱左右不了。那就是说，他很有可能坐牢，对吧？哎呀，别跟他说这些了，那会让雅雅听到了。我知道，我就过来悄悄问一下。要是袁山清真坐牢了，你们同意让小紫留在这儿吗？你说。这事儿不能变。那山青临走的时候，我都答应孩子了。我这么大人，不能跟孩子一样，这说话不算话吧？是不是？反正山青要是有事儿，小紫就在咱们家养。嗯，哦，你真是大好人。啥好人不好人的？妈就是个平头百姓，这事儿遇不到也就算了，遇到了我也不能推开，孩子也没错。知道那个你跟雅雅啊都特别关心这个事儿，我跟你妈呢早就商量好了。妈妈刚才那话对，千错万错呀，小紫才能没错，她不应该承担这些。但是咱们说好了啊，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，咱都不能让小紫知道，咱们要让小紫在咱们家呀好好的成长。哎呀。我跟雅雅可真幸福，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好的爸妈呢？哟，妈，妈妈，我以后再也不说你不好了，你就是天使，大天使。妈数落你的时候就是魔鬼了，是。好了好了，咱不说这些了，咱把小紫照顾好了，雅雅心里能好受点。哎，上这个学校能演电影吗？能呀，他不光能演电影，他还能演小品。我主要就是奔着演小品去的。你要是演小品的话，那应该属于戏剧的范畴，你应该进剧团啊。进哪儿都没戏，你以为这是咱场内汇报演出啊？我看你就顶多演个磕头机。你啥意思？你瞧不起人是吧？演小品咋了？演小品不是事业吗？哎，啊，任何事情做好了都可以成为事业。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真心的喜欢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这个演小品听着还是不太靠谱。怎么不靠谱啊？我觉得电视上演小品那些人都长得挺一般的，又不是选美大赛。妈，咱说不是一个事儿。再说了，我长得一般吗？不一般吧。不一般，这跟长相没关系。你说你要在咱厂演个小品，那行。你现在想上电影学院，你知道电影学院在哪儿吗？我知道。在北京，我上次跟乔小娃去参加作文比赛，我都打听了北京电影学院，我就要考这个。你这一干的，你就知道北京去了？有出息啊，苗苗！你要是早有这抱负，我就早省心了，是吧？年轻人就得有这么雄心壮志，是不是？妈支持你去北京，去电影学院。你要是去北京了，哎，那咱们一家子都跟着去吧，啊？好啊。哎，你啊什么呀你？你不是一直想去北京吗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绊住了你北上的脚步吗？啊，是，我是没成全你，现在我闺女挑起了这杆大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是我挑。牙牙啊，你明年你也往北京考吧。啊，让小紫也去北京上学，对吧？受教育，那他离北大清华这不就近了吗？你先冷静一下。哎，这北京的学校学费是不是挺贵的？嗯，贵不怕，贵不怕，我跟你爸，我们俩人砸锅卖铁也要供，你们就放心大胆的上。妈，我真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支持我，啊不。是第二个，李四是第一个。我跟李四都说好了，我们俩一起去。一起去，你有个伴儿，你他在你身边，我还放心呢。行，这事儿就定了。大伟，来。你们俩就给定了？学校是你俩开的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你们俩在这说啥风凉话呀？这难得苗苗这么有理想一次，是不是？那咱不支持谁支持啊？嗯。就按着这个目标来啊。事在人为，别人行的咱怎么就不行？行不行的都得行。对，闺女。妈，晚上吃啥呀？这么多人呢？
哎，去去去，你去小主动吃饭去，那我们这儿正商量事儿呢。商量结婚的事儿呢吧？那咋不带我呀？我咋不来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操心呢？赶快去吧！啊，雅雅都已经过去了，赶快去吃饭，吃饭写作业。嗯。要不带李四去看中医吧，我听说癌症中医能治好。胡子，别哭了，嗯，谁都不许难过了。这事儿，我们谁也不许告诉李四，我们要让他这段时间开开心心的，我们要保护好李四。谁没做好的话，我就跟谁翻脸。来，照一张，哥哥。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再来一张，转过去，侧一点。对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好看。看看，迎风号。李四，你不是说我去哪儿去哪儿吗？对啊。那我们永远就不要分开了。这话一辈子都作数了。你说大海的那边是什么？是外面的世界呗。那我们一起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吧。
好没好啊，搞那么神秘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着啥急呀、啊？总是。把手伸出来。这是什么呀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搞这封建迷信呢？哎，我这不是封建迷信，啊，这是我自己编的。咱俩一人一个，怎么样？小铃铛。你还有这手艺，还挺好看。我就喜欢这种一对一对的，透着吉祥。是吧？还真考上了大学，一所女子大专，挺酷的。毕业后我去了银川看了一场摇滚演唱会，坐着拥挤的小巴，还去了西藏。在一家女性周刊，我当了六年记者，采访了很多人，也去了很多地方。30岁那年，我去了北京，北漂生活颠沛流离，但我真的看到了外面的世界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，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35岁那年生日，我辞去了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正式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。我用所有的积蓄买了一辆二手的房车，我想开着它去看看所有有海的地方。能搭我一程吗？哦，不远，就前面大花镇镇口，你把我放下就行，行吗？哎，谢谢谢谢啊！姑娘，你这车真高级，贵吧？还行，二手的。真好真好。阿姨，您在这么偏僻的地儿干嘛呀？嗨，我本来想自己走过去呢，没想到它太远了，我走不动了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也拦了好几辆车，人家都不停。姑娘，就你心眼好，谢谢你啊。您是回家吗？啊，我不回家，我捉奸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还说，林姨。哎，苗苗。哎。哎，怎么停不动了？啊，卡了。哎呀，信号不太好呀，苗苗。信号挺好的，能听见啊。在澳洲怎么样啊？好，好，啊，挺好的哈。那边天咋这么黑呀？那边啊？在哪儿呢？我在青海呢，给你们看看啊。哎，
看。哎呀，哎呀，那大房车，真好，真好。嗯。你自己一个人在外边，注意安全。嗯，放心吧啊，今年年底一定去看你们去。好，好，我跟你海叔在这边等着你啊。哎，每年今天，你妈妈都会给咱俩，给咱俩点视频。哎呀，别说那个的孩子难过。嗯嗯嗯，好，苗苗一定来啊，今年啊，咱说好了啊。嗯，注意身体啊，就这样吧。嗯，拜。好，再见再见啊。这是青海的夜空，今天你37岁了，生日快乐。人总要学会成长，看走那些迷茫，小船儿终要远航，青春它永不散场。哎，你好，妈，回来了，江宝山，回来了，啊，回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苗苗啊，哎呀，孩子，我们都多长时间没见了？哎呀，哎呦，啊，我把这小首都盘下来了，我一点都没变啊，就等你们回来呢。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来了。